不吉利在第七段到达苗栗之后的成绩，第18小时28分29秒，第二名乌鲁县成绩18小时59分31秒，第三名花莲县成绩19小时59分01秒，第四名彰化县成绩是19小时25分43秒，第五名是阳明山成绩是19小时25分45秒。